同生共死吗？我就先斩断他手脚，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谢谢，别杀我，谢谢，我是被逼的，我是被他逼的。各种原因，各种原因，姐姐，各种原因，我不与你这阁主之外，是我连月玄仙，我该死。可是姐姐，我是你亲弟弟呀，还有阿娘，阿娘在庭之里，还敢提阿娘？我来人间一遭，最痛恨的就是有你这样禽兽不如的兄弟。客气什么？